Vogue Wendy 近日在视讯签售时，粉丝向 Wendy 说自己的梦想就是希望可以到 SM 娱乐工作，但 Wendy 听见之后没有鼓励粉丝追梦，反而皱起眉头一直说 No No No， 大力劝阻粉丝入职 SM 娱乐。 Wendy 十分坚定地对粉丝说，你就留在你自己的位置，千万别来 SM 娱乐。这段影片在网络上引起热议，网友们看到都笑翻，表示从 Wendy 的表情和语气来看，她并不是在开玩笑，而是真心希望粉丝不要在 SM 娱乐工作，可见公司的福利有多差，连自家艺人都看不过去。影片的观看次数超过27万次，也引发粉丝们的共鸣。纷纷表示 SM 娱乐内部营运问题很大，难怪这么多艺人期满不续约，纷纷出走 SM 自立门户。OK, OK, so I just waiting for you. OK, I just waiting for you.